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。我们这次呢，来到这一间教会是叫什么名字？来一个，那个新恩好。好，拍手哦！哇，好棒哦！再一个答对了，好，等一下那个老师会送你礼物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大家，我们这一次夏令营的主题是什么？好，那谁？雨吗？好，美丽的创造，好，拍手答对了哈、哦！好，那那个昨天。老师有讲创造的故事，那今天的也会讲另外一个故事，这样。好，那在讲故事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一点，因为讲故事完可能也会有讲故事答、所以呢，所有的答案就是在故事里面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先带大家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。那祷告很简单，只要把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呢，牧师念一句。那你们跟着牧师一起念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会讲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什么叫做阿门？阿门的意思是诚心所愿，就是把我们祷告的内容很诚心诚意的交到神的手中，那让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。牧师念一句，请大家跟着牧师一起念。来，亲爱的主耶稣。我们感谢你，带领我们来到三一教会参加夏令营，透过说故事让我们认识美丽的创造。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夏令营过程中能够学习神各种的安排，让我们的生命在每天的夏令营当中得到许多的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在夏令营当中充满平安喜乐。我们将今天的课程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来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。昨天我们在介绍创造的故事当中，我们来回想一下，在上帝创造的过程当中，上帝他是用什么来创造？有没有谁要猜猜看？上帝他是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？好，我来那个。用笔墨吧。好，给他有用笔墨吧，更棒的东西。好，用力量快接近的，对。好，用神的，对，没有错。好，我来讲答案好了。他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。他用说话就可以创造这样子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叫做上帝说，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说话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牧师会讲一些口令，讲一些指令，那但是呢，你要听到上帝说的时候，上帝说开始，这句话呢，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个动作，你如果不是上帝说，那你就说那个动作，你就可能就没有机会继续玩下去了。来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我们来玩这个上帝说的游戏。然后呢，看哪一个人，哪些小朋友呢能够获胜，就可以得到礼物。好，来注意听哦，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上帝说摸头发。上帝说摸耳朵，头放下，好，头放下的蹲下来，坐下来，头放下的坐下来，你们一定要听到，
上帝说开始的那句话才去做那个动作。如果不是上帝说开始的那句话，就不要去做那个动作。好，上帝说摸鼻子，上帝说摸耳朵，上帝说摸膝盖，站起来。好，站起来。上帝说，站直。上帝说，摸你右边的人的手，右边的人的手。好，上帝说，手放下。好，上帝说，跳三下。好，上帝说，一直跳。好，停。好，好，停，停的先坐下来。好。上帝说停，好，上帝说摸头发，上帝说蹲下，上帝说继续蹲，起立，好，把起立的蹲下来，好，上帝说起立，这么多人，好，上帝说现在要。跟公司玩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呢，怎么玩？很简单，我们喊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呢，你就出你的剪刀或石头布，那我们等一下会公布说，跟公司一样的到底要怎么办？来，预备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跟我们站着，其他的坐下，跟公司一样的站着，其他的坐下。好，来，很快，好，来，再一次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跟我一样的站着，其他的坐下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跟我一样的坐下，跟我一样的坐下来，跟我不一样的站着，好，哇，太棒了，我们拍手，最后我们站着，立成，好，我们拍手，恭喜立成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帅哥的老师哈，我们拍手欢迎我们的那个宜君老师。好，你好，早。